们在画下面 Chinese artist from Shanghai、吴黎强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黄山迎客的，应该是黄山迎客的。这个 building 画的是什么呢？水系，对，下面是一个水系。哦。上海 fan face painting。你不打稿子的就随意画啊？对，我从来不打稿子，稿子在脑子里面。你胸有成竹。打稿子是个坏习惯，老是打稿子，老是打稿子。是啊。这算工笔还是青绿啊？这个是小写意，青绿小写意。青绿小写意。介于工笔和写意之间的。哦。So small 写意 style with blue and green colors.这画一张要多少时间、啊？五分钟。刚才我上早上吧。哦，对，二十分钟大约差不多。这都是零画的。这个比较快，这个是这个都是零画的。对。这画的好，有点像吴侯凡。错了，错了。就是扇子是做好了再画啊，不是画好再放上去啊，都可以哈。